我觉得啊，陶博物馆的内容非常的丰富，就是你是真的可以从中理解制陶的文化跟历史。可能我们原本以为是日常用品或者是艺术创作，但它其实还可以用在工业上，或者是精密陶瓷。我自己原本对所谓陶瓷的想象，大多都是在像器皿类或者是雕塑作品。参观了陶博物馆之后，我才发现其实可以用所谓的陶瓷的釉去做颜料来作画。陶博馆的工作啊，就是除了大家比较知道的规划特展之外，我们会去寻找一些比较值得大家关注的主题艺术家。还有就是两年一次的盛会，双年展的部分。平常的时候我们也会筹备一些陶瓷、陶艺相关的活动。那还有就是针对艺术品或者是说陶瓷文物去进行典藏、研究跟修复的动作。我们也会举办一些课程，我们有一个陶瓷学院，那这个是非常适合大朋友、小朋友，或者是说你正在学习创作陶瓷的学生来参加的。平常的时候，我们也会邀请国内外的一些学者来办研习，或者是说演讲。博物馆的任务就是研究、典藏、展示跟教育推广。我来英国陶瓷博物馆驻村是因为我很喜欢台湾。听说英国是台湾最有名的制陶瓷的一个城市。我们是来这里驻村一到三个月。我很喜欢这里的感觉，可以跟很多国家不同的陶艺家，还有台湾的陶艺家合作当朋友们。机会教小朋友们做陶瓷。来这里驻村的另外一个好处是，我之前没有机会真的认识英国，我这一次常常去英国，可以真的深入的
动莺歌的那个地方。我喜欢台湾，我喜欢莺歌，我喜欢陶瓷博物馆。没事的时候，我们都会带小朋友来陶博馆玩，像是这里其实停车都还蛮方便的。有的时候我们会帮他报名儿童体验室的 DIY 课程，在那里他们可以捏陶，或者是在陶土上彩绘，他们都很喜欢。像现在夏天，陶博馆外面的陶瓷艺术园区有开放戏水池，小朋友就可以在里面玩水或是玩沙，看他们玩得很开心，我自己也很开心，我就很喜欢这种全家人一起出来玩的感觉。